没有丝毫自己明白你要在这，我们只希望中国传统文化不至于在这个一个时代里头灭亡断绝了，那这个罪过就很大。中国东西是属于全人类的，找不到第二种东西能跟它相争，发扬光大是整个地球人有福报。这么好的文化能够往下传下去，什么疑难杂症都能解决，只有教育恢复传统文化能救国家，能救这个世界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和大家都平安无事，不和人人都在了啊，一定要想和为贵，个人心里面有和谐，身体健康，家庭上下能和睦，家庭兴旺，再放大国家社会没有一样不是和为贵。我们要能够学着忍让，忍让就和谐。读书一定要读中国书，要把中国古老的东西端出来，对它要生信心，要肯定我们不如老祖宗。老祖宗有道德，我们没有；老祖宗有伦理，我们也没有。所以对于民族自信心要把它恢复起来。他们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到感应现前，你不得不信。我们的工作替谁做的？替老祖宗做的，替古圣先贤做的。教孩子，教要从孩子教起。小学教材就是圣学根之根，圣贤的根，扎根教育。中学课程就用四书五经，大学的课程就用群书治要，古人一代一代传下来，传了几百年，传了上千年，没出毛病，就要相信。宗教也缺乏，没有人才，非常明显。最近这二三十年，一代不如一代。我们跟李老师比差很远，这是大问题。所以宗教教育比什么都重要，一定要扎根。现在办学校很多根没有，根就是孝亲尊师，家长不知道，老师也没人讲，也没人相信。所需一定要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。简单的说，内学释迦牟尼佛，放下贪嗔痴慢疑；外面要学孔老夫子，温良恭俭让，那才管用，那是真学。我们要重视这一点。能讲固然不错，你要做到。现在关键是在师资啊，老的教授、汉学家，国内还是有几个，大概年龄都是八十以上。这个要抓住，不抓住，他们走了，后继无人。老师对学生，就一个希望。没有第二个愿望，希望你好学。他真说这个，你要不好学，不认真的学，老师再好也
也不用了。跟你讲你做不到，所以跟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没法教了。中国东方人重视的伦理道德，这是做人的根本，中国教育的特色。我们归纳四点：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圣贤的智慧，就这四样东西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叫什么？就叫真。那根，根就是孝亲尊师。啊，我自己也是遇到方东美，那个时候对哲学很有兴趣，跟他学哲学。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。我对于佛教认识什么认识？他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大乘经典是地球上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住进来的，非常感谢老师，改造你。Oh.